各位空中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启忠张医师，真欢喜咱今日搁伫健康医学，甲咱伫空中见面。今日张医师伫健康医学要甲咱来讲内分泌的毛病第二讲，内分泌的毛病第二讲。顶个咱讲到内分泌的毛病，特别提到生长激素的这个脑下垂体雷管。六种荷尔蒙里面的两种，生长荷尔蒙跟甲状腺刺激荷尔蒙，这两种荷尔蒙它造成的并发症跟怎么小心我们说过，现在我们的脑下垂体前叶它管六种里面两种说了，后手还有四种属于我们的前叶头前那个叶子啦，它还有乳腺刺激荷尔蒙，还有肾上腺刺激荷尔蒙，还有性腺刺激荷尔蒙，跟我们的腰球里面糖尿病要刺激它产生胰岛素，那个胰岛素刺激的荷尔蒙。这些荷尔蒙在管什么？这些荷尔蒙你管咱人的身躯，总司令啊，伊叫做 master gland 总腺，伊总腺发的命令，就是要甲身躯内底，除了进前讲过迄两种生长荷尔蒙、甲甲状腺刺激荷尔蒙以外，通管要甲咱管理，要通管咱身躯内底的无管腺分泌物。咱普通的腺体拢有管腺嘛，但是咱的乳腺刺激荷尔蒙，伊毋免经过咱的腺体，伊敢若对脑下垂体发命令，伊就法度控制咱的卵乳汁和造出来，和乳腺发育，和咱生囝仔的妈妈有法度跟起卵，伊嘛会刺激咱的肾上腺，尤其顶头有肾上腺荷尔蒙，伊会刺激回来分泌。伊嘛刺激咱的腰球，内底产生胰岛素，胰岛就是敢若一个台湾的岛。伫咱腰球内底油管腺就是分泌消化酵素来消化咱人食落去，吼，啥物物啊把拢甲你消化，真强。迄是消化哦，所以伊爱管腺。啊，若是无管腺，就是内分泌腺，伊管咱。胰岛，吼、哦，迄内底足多啦，一粒一粒台湾岛，你知道？啊，红色的就是产生糖分的骨碌卡贡，也即讲荷尔蒙。啊，那是青色的，染色青的就是降糖，要甲咱解出来遐葡萄糖降落来，燃烧掉迄种胰岛素贝塔细胞。啊，拄啊骨碌卡贡迄是阿尔法细胞。啊，这些东西只要你身体有需要，我们动用大脑里面脑下垂体，它就可以给我们命令哪一种的荷尔蒙出来，来救命用的，来烧台用的，来爆发力用的。你看这多精密，当然最后它管到我们男人的男人跟男人的两招，它是性腺刺激荷尔蒙，给我们的性腺刺激，和咱的性腺到个青春期，爱表现出迄个性的成熟，造化都用迄来传宗接代。啊，无你永远高音啊，永远是迄国校五六年，迄款十波四五年以前，迄款早音啊。啊，无多脸薄腰瘦，脚床垫壳壳，安尼就无多互相吸引啊。伊不会和你帮和你互相吸引，因两个就袂结做红阿婆。啊，卖讲阿婆，有人袂做阿婆，伊要同居。啊，你若去同居，同居尾啊，都会生囝。啊，就是啊，就是主人的现象，这就是荷尔蒙的现象。啊，迄中枢灵就是脑内底脑下垂体，伊所管的迄六种荷尔蒙内底，哦，性腺刺激荷尔蒙，又称为激素了。荷尔蒙跟激素的刺激的要素。当然，在咱的
腰子顶头有肾上腺，迄救命用啊呢，真要紧的。这个荷尔蒙有法度让你移山倒海，因为咱肾上腺吼有分皮质跟髓质，那你髓质来这产生 epinephrine、norepinephrine， 这个要紧救命用的。咱讲做白虎汤啦，你一个人心中若定的，送到病院，医生一定对你的心中插一支肾上腺素，马上 CPR 点了以后，你心中就跳到起来。当然，这都要五分钟、十分钟以内啦吼。你也亲像去有拍刀割喉、死去，迄、那个刘小妹，四十分钟才送到台北荣总。严重医生虽然大开刀甲救，嘛是袂赴啊，因为伫无血中间脑已经死啊，互你硬甲救起来变作植物人，一世人拢无感情啦吼，无特别的感觉，啊，敢若在喘咧喘咧，啊，鼻腔倒一支管甲饲饭，饲好亲像王小明安尼活到五六十岁，好死安尼刚好，当然唔好啦吼，所以这个王小妹十九点钟久以后。都甲拔管，因爸爸去越南做生意已经挂断啊。知影讲啊，卖个好痛苦啊！当这样代志引起台湾真大的震撼啊！这就是荷尔蒙，荷尔蒙我都救人，插管的时注入去，心脏甲你电落去 ，CPR 互你跳开。啊，伊还有皮质，咱做讲是髓质，骨脆脆啦吼，脆质。啊，外口皮质分做三层。Zona glomerosa, zona fasciculata, zona reticulosa， 你听无是啥叫无要紧？伊管三种荷尔蒙，就是糖类代谢荷尔蒙、盐类代谢荷尔蒙、甲性荷尔蒙。哦，听到性荷尔蒙，大家目睭金起来对吧？无唔对，伊嘛是性荷尔蒙内底一个环环扣扣，伊哩三型蛋白同化荷尔蒙。咱呢，先去加了蛋白质，对咱加了稀稀巴巴。变作咱人的蛋白质，然后伫咱身躯修补咱的组织，和咱新陈代谢，太旧换新。这中间要甲吸收来身躯的蛋白同化荷尔蒙，伊无甲同化做咱的。你食一支鸡翅，食一支鸡腿，啊，身躯生一支鸡翅，生一支鸡腿，啊，对你有作用？无啊，哪有作用？你再食落去了，迄支鸡腿、鸡翅的肉。和咱的蛋白同化荷尔蒙个同化，化作咱身躯需要的蛋白质，捡起和咱用，这唔才对，对吧？所以咱这款性荷尔蒙，伊主要就是做这用，但是伊毛咱查甫人的 testosterone， 人讲睾固酮，哦，男性荷尔蒙的作用，迄个呐上强的使用，买和你安怎变作男性化，那是迄是发生的女性。你若一个查某人，伊个卵巢甲你生即款蛋白同化荷尔蒙的，咱就讲男性的睾固酮的成分啦吼，伊要甲蛋白质摕起来用诶。但是伊生瘤啊，伊个瘤不管良性诶、恶性，搁较食啦，伊就一直甲你产生杂波的荷尔蒙。荷尔蒙若生侪安怎，就要互迄个女性、迄查某囡仔变作杂波人，迄款体格男性化啦。生嘴手、生胸、看妈妈哦啊，也遭人诶，也输迄阴蒂，就要变作懒觉。诶、欸，真正安尼，我咧看到遐么昏呢？啊，那遭人下骹生一支懒觉，原来迄就是阴茎啊！伊对阴蒂刺激着男性荷尔蒙过多诶细胞，譬如癌还是腺瘤，分泌出来，伊就互伊诶性器官男性化。连迄胸毛、连阴毛拢变成男性的形态，这就是人在荷尔蒙厉害的所在。今天要甲大家介绍这个 Part Two 内分泌前叶哦，咱头前已经讲生长荷尔蒙、甲甲状腺刺激荷尔蒙，现在集中要甲大家讲乳腺刺激荷尔蒙，以后咱的脸到个青春期的时，伊对。有这个荷尔蒙，和你的脸，脸部腰束、脚床垫、扣扣，迄个脸的部，脸的部，不管你是25、22、25，无真大啦 ，A 罩杯啦，啊是尾啊，哦，二十岁啊，30、22、30，哎 ，B 罩杯，
哎，啊，伊够运动，够参加社团，够参加，还有说比赛，体格训练了更加好。36、22、36，夭寿啊！这 C 甲 D 罩杯就是玛丽莲梦露的身材了。请问，是啊，玛丽莲梦露伊去有人讲伊叫做女人中的女人，哎，世间找人较侪。想到玛丽莲梦露，和你讲伊是找人来对找人，因为伊的曲线水甲和你无多嫌，冷有法度迄个曲线。S 型的冷泡右手卡正点，国国迄款曲线经过十波囡仔的电影啦吼，比如左边啊边个中间啊是国校啊六年啊，伊嘛开始有安尼25、22、25，经过六年的十波囡仔的班，以前阮以前拢和尚班呢，啊早囡仔还早囡仔班，所以早囡仔经过阮的走廊吼，大家都安目睭安尼看啊，强要脱汤去。啊，不如甲考试时啊，哇！啊，早囡仔，和你考到吼，虽然歹势，甲要死，像在国校六年嘛，领导阿咧扑你啊，所以伊会歹势。但是咧，心内欢喜个，足欢喜，因为伊咧改变，伊个身材咧改变，伊爱互人欣赏。啊，即系臭男生，唔知伊捌啊唔捌啊？唔知伊别人找人咧改变迄种水、迄种成就感、迄种美丽心情，所以去用考试试也着，哈，真爽。哦，所以迄毋是爱着咱的白马公子，乡村大家也阁唔知啥都真正爱情，敢那懵懵懂懂、纯纯之爱，哎，大家拢捌经过迄款的吼，迄款年会都是要互你表明咱人为 S 型的曲线。愈大汉愈明显，当然有的人是太平公主冷静病，因为伊的乳腺刺激荷尔蒙较无够。但是嘛，恭喜，因为你无够，你将来较袂着冷感，因为你自细汉乳腺荷尔蒙哦，啊加迄个乳腺刺激荷尔蒙，要互你生囝以后大量的冷水会经过冷接造出来，迄真要紧呢，过去。那有什么 S26 的牛奶粉？那有什么啊？摩尼那个生用奶粉嘛，无一款味全的牛奶粉。哎呦，拢无啦！过去拢也是老母啊，家己饲奶啊，枕头内底凡事都一个叫做奶母、奶妈啦。迄奶妈好，迄奶樽公公老，天好好安尼，规枕吼四五个囡仔共迄水的。哦，有诶两三个月，有诶四个月，有诶七个月，有诶七八个月，拢无要紧。送上来，互领母饲领，因老母啊，才发到去趁食。哦，一个家庭爱两个人上班，领两份薪水，才发到生活。所以有一个奶妈替你顾。哎，一般来看吼，奶妈拢是一款身材肥嫩啊，肥嫩，你知道？脸薄，但是腰袂瘦。因为伊捌饲过囡仔，伊真内行，生囡仔生侪啊，所以腰袂熟，腰吼安尼尾鱼肚，啊肥嫩啊肥嫩，哦啊尻川吼足大足大诶，人过去要敬新妇吼，那做阿公阿嬷诶，内行啊就是要敬这种诶，这款尻川倒大诶再生囝，即摆你若敬迄款林志玲，迄款志玲姐姐吼。伊个身材对上30、22、30，哎呦，尻川到较细，迄边来生囝，虽然伊是模特儿，身材拄啊合着因模特儿穿衫迄款的吼，唔免食破吧。但是，即若要生囝吼，拜托个阿孙啊，你莫甲我娶即款的某嘿，迄是一看就袂食哩呢。哦，这就是老人的智慧啦，咱老岁仔人。到遐来就是款的智慧，伊才讲要生囝的身材，甲咱要欣赏的 playboy 的 penthouse， 迄款的无同的，绝对无穿唔到吼。啊，这现实，足现实的，因为你若无够凉水，过去的囡仔饲无好，会掉高算，像那狗的3:8，迄无好啦。所以咱在知影讲凉准真重要，但是话讲倒转来，乳腺刺激荷尔蒙。那有够，你虽然是 A 罩杯哦，
欸，这我亲亲的例，我的病院内底有一个护士，14岁就来我的病院，因为以前是住伫光阴幼儿园，啊，伫教会内底大汉，光阴幼儿园就是即马，咱台中有一间真出名的私立，全咱讲做高中、国中拢有的完全中学啦吼。亲像小明女中迄种诶，哦，有着新民三公，啊，即间已经变成完全中学哦。伊个当署长就是刘昭惠董事长，刘昭惠董事长因先生就是桂丁顺的后生。我讲这恁可能唔知影，但是真侪顶辈人知影，就是台中的红十字会关怀中心，即马医学院不管。光阴育婴院、育幼院，拢总是因兜的主线事业。因为过去，因对美国的这个教会吼接管 CCF， 那个儿童基督教儿童基金会哦，因救台湾的囡啊，我美国啊，真正伫这个区块做了真好。所以一挂孤儿啦，一挂去用放杀的囡啊吼。啊，无爸无母的，啊，有的人是偷偷暗时啊送来育婴院门口安尼，啊，遐收入，像是拢天主教来接的较济，对间顾，顾甲大汉送去光阴育幼院，啊，等于说病院内底这个护士都是安尼，自细汉都唔知道爸母是谁，等到大汉去甲光阴育幼院，像是国中毕业一定要踢出去，育幼院无会个个甲你饲啊啦，吼，育幼院要互你家己去自力更生，啊，真侪人出去袂晓，就对人做歹呢。早起来去用卖去烟花虫，去赚一罐卡烧羹的钱，才真残忍吼。过去是安尼啦，即马当然可能较袂安尼，较有好的管路吼，欢迎去就业。啊，以前无啊，所以光耀院的牧师李敬雄牧师，即马伫个高雄吼，已经退休。伊伫离开光耀院的院长的时阵，就讲这个拄到高中毕业的时，这个。早起啊，上来张医师的病院来回学护士，用贴药啊。后来读个红光护专毕业，哦啊，伊变做30几年拢伫张医师的病院。所以等到伊大汉啊，要嫁人啊，44岁时哦才嫁人。啊，伊人是不加水啦，哦，迄若要认真讲起来。迄个面是小可像混血儿安诺科迄种面，所以我冇咧怀疑伊个阿公可能是荷兰的船长啦吼，真水啊，水甲真济人约，但是伊拢无要凊彩，因为伫光耀院一个教会机构大汉的囡仔，伊袂凊彩甲人去交朋友，一定要记好记好同款信仰的基督徒，才拄好张医师毋着久长，将近要10年啊，拢伫。中华王经伫新埔村遐有一间教会，新埔教会诶，儿少之家又救一挂囡仔，甲伊同款的背景的囡仔伫遐长大，啊，所以我将近要10年拢去遐做义工，然后去遐跟看病，顺便看迄间教会内底老伙仔，啊，大家拢甲我珍惜，啊，这个护士拢也带我去，去到尾啊，才去熟悉到牧师的孙啊，伫保险公司。做业务的这个孙啊，人哦，要修缘道，哇，金童玉女，你看麦啊？他有一届伫教会和因熟识安尼相拍电吼，相亲啊都 OK 啊啦。无伫我病44岁哦，也嫁袂出去，因为目头悬呐，太水咧。哎，查甫囡仔遮多好，遮缘道，阁是信用真好，会基督教徒，啊，所以两个一拍即合。哎，结婚的时候，张医师就啊，噔噔噔噔，就啊，牵伊的手，我做老爸啦吼，因为伫我家30年啊，敢那我的查某囝，啊，就啊，嫁予这个牧师的十伯孙，一年了吼，啊，就生一个28的囝，啥28？超工伫28迄天破百生出来，45岁啊呢，你要正常生未出来啊，催两工啊，啊，就啊，好即马。小英内底妇女部主任林静怡妇产科医师，哦嘛是中山医学台内底妇产科
的教授，伊是张医师的学妹，啊，阮两个拢定哩配搭去主持啦吼。那中下啦，医界里面啦，有啥物会议需要上台，啊，张医师甲这个林静怡，妇产科医生吼，我的学妹啊，搭配底下哩主持，所以大家珍惜。啊，我就拜托伊甲破吧。二十八迄天哦，到甲剩最后七分钟。伊知影讲，这安怎生都生不出来，食药啊，甲吹吹两工安尼，痛到要死吼。哦好，开啊，开刀的时间真要紧。你啊，过过七分钟就三月初一，无稀罕。大概是二十八两点二十八分，伊知阿公就爱这个二十八的孙啊。这个二十八的孙啊，哪样伫两二十八迄天出世，看偌好，就纪念性啦。因为垃圾政府的教科书吼，讲历史的教材啦，公民的教材，拢要甲二十八。歪写歪讲啊！你看卖啊，讲这款垃圾政府，每个连高中生拢会上街头，甲三一八学院同款，要甲拼拼这款垃圾政府。哎呀，搁一次的三一八这款太阳花的学问啊，这个不是大学社会人士、甲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黄国昌教授，不是安尼，这个是敢那高中学生，大家就倒单倒单转来到。台中一中张医师的母校，你哪拢跳起来啊？我爱让政府乌白，把这个应该有的教材、应该有的历史，给抹消去。特别像二十八白色恐怖，那会使无伊嘛？哦，所以我嘛足欢喜吼。啊，这个囡啊，伊，阮这个护士小姐嫁给这个查甫了，啊，拄拄啊二十八生出来破白这个囡啊，我拢改讲叫做二二八宝宝。二八宝宝已经成长啊，即摆已经这三哦开始练行咯，足高锥的，不是普通高锥，是夭寿高锥，是安怎？老爸缘投，老母水，囡仔伫阮病院内底安尼吼，拢互伊安尼，甲阮看病患者啊，大家算做伙哦，做细汉到即摆无一届得着感染来破病。咱看着足侪人咧看病，啊，一天未破病，这就是天公啊，囝，你知道？天公上帝特别输的囝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护士小姐串串 A 罩杯啦。伫我病内底，对十四岁饲甲四十四岁嫁翁讲无灵啦，啊，实在是有灵尊。我啊，你饲灵的时候，灵公公老，嘴甲有法度甲迄灵水哦捡起来，冰在冰箱冷冻，佫会使去送伊的亲戚朋友。你也看卖啊，所以咱唔好看外表。我不要选 A 罩杯，但是天公阿囝，因这个老母明明是安尼太平公主，都发到饲这个囝，饲甲拢免去买牛奶粉，即马这我阿个咧食老菜脯、蒙脯的牛奶，当然啦，开始贴啦吼，贴一挂迄个副食品啥货，所以你就知咱的奶的荷尔蒙，只要头壳内底脑下垂体，脑里做工，吼，伊咧做工就是拢做工啦吼。刺激嘞，生囝了，伊就供供老，所以做娘母的不一定爱迄款安尼，吼、哦，像周美仪、陈金佩迄款身材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人的头脑。到到迄个时阵，应该做什么作用，人伊就会晓表现出来。你看有厉害无？啊，咱的荷尔蒙那上过超过，会将荷娘变做 E 罩杯、F 罩杯、G 罩杯，当然真正安尼是真少，拢是去融入啦，哦。注射啦，甲脸创个症，我咧讲这无好，拢乳无正常。哦，以前哥甲你用迄帕拉芬、石蜡，迄款物件做落去丢癌呢，但是真紧啊！你现做现扑，扑了以后，嚯、哦，登去公司吼、哦，啊，就安尼变做泼霸，较有性感的对。特别即马大家拢唔知啥啦，都爱甲事业线创个安尼。啊，即马是真变态啦吼、哦，物化找人，物化女性。但是社会惊到安尼咯，对外国拢传来即款来讲，爱破霸破霸吼，甚至人住个变做鸡罩杯，哇！那以前周美仪也是陈金佩，底下哩木瓜秀安两个就安尼结过，对警告台湾害起来呢，惊死人！迄煞美感都无，咱在领土有所卡上点个货，都是要吸引伊个安那达，迄个对象。哦，所以伫个非洲的民族，因免穿衫，
哦，非洲的查囡仔到今仔，国王的查人嘛是拢安尼，啊，变后去一个斯瓦兹兰王国，哦，因就唱一条变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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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，哇嘛跳舞跳舞，哦啊，因的歌会晓用单位唱，因为那条歌真好唱嘛，我说变啊变啊变啊，国王伊的某甲伊的妃子，就是伊的三妻三妻。唔知是六妾还是几百妾啦吼，我想迄拢足济啦，国王有权利啦，遐拢嘛腾滚滚，现在腾滚滚，因为因的生活都是安尼，伊也免遮遮掩掩，搁来穿衫穿不拉只，啊，你就会使看出这查囡仔已经大汉无，你若个大汉，伊的脑下垂体就会成年，分泌荷尔蒙会碎起来，有曲线，国王嘛在爱，无你紧。进入来了，三层来讲，我要烧，真系 A 罩杯，迄无曲线，较无水啦吼，这嘛属实。所以，但是呢，伤超过哦，去注射、注荷尔蒙的、硬筋的，筋到尾也变作癌，迄无记得，迄以后咱有机会再个讲。所以，咱的荷尔蒙，伊那是正常的，是会起冷；无正常的，互你变癌。但是冷啊，够侪歹处，就是囡仔哪里食冷。嘴若无甲洗，伊个嘴内底细菌，摸布摸布，老母个零头叫家家发炎呢。迄位老母啊，我有囡仔食零哦，听下个高迄个啥辣椒、咸椒啊、咸姜啊，你知？啊，囡仔食到是听下个都口干咪咪好，后过就无爱食，安尼个断零。我你讲，你唔免你找医生，医生下注了都甲你断奶针啊，那都安尼个囡仔行个吼，莫啦吼。讲这就是要大家知影，咱那如果好囡仔食冷的，你好多梦无充分来利用。天有好生之德，上天要叫咱饲囡都会冷，连我迄护士是 A 罩杯，都发多来饲个伊个囡仔，这我你看卖啊！啊，好，你若有够水，你若有机会来张医师的病，你个看到知影，看到这个神仙，诶，这个这两个，佮生出来这个囡仔，因到这三个实在是。高水家吼受祝福啦，二十八的囡仔受祝福，二十八的阿公嘛是受祝福啦，所以这吼台湾只有特别不共款的，唔是说风水啦，或者我的祝福，吼、哦、阿、啊、我讲这互你知影，咱唔免勉强去做佛捧，做佛捧迄拢唔对，你只要营养食好好，到时食蚵仔汤食，咱咧讲的迄款麻油酒汤啦吼，你无掺酒嘛无要紧。都按炖过物件好，迄、那个荷尔蒙会愈多，哦，脑下垂体刺激素都互你按量准一准啊一准来。你看上天对咱偌好，唔免即话你食迄牛奶粉，甲你创塑化剂，创到尾啊，食个囡仔油脂拢还是爱洗油脂，过一世人，甚至变成油脂癌，真苦。咱拄到今仔即款世间吼，有真侪奇奇怪怪咱唔知，但是咱免惊，用咱的知识，转来到咱。智慧的现场，咱就免惊。所以，咱的冷这种刺激素，在正常分泌下面，会让囡仔有够冷准来解气。哦，但是袂使超过。过一种诶，咱拄啊讲诶，咱的肾上腺有指定头迄个腺体，迄、那个腺体哦，伊会救命用诶。所以你若拄到环境变化，火烈力素真强。啊，物件活动赶咧就走，因为危机来了，肾上腺素。但是内底有一挂皮质诶，一贯就是可提送，就是咱讲美国仙丹，伊讲美国仙丹是用互你救命用诶，互你止疼，互你消炎。虽然即摆外来做做乌药丸啊，迄款无好电台咧讲骗诶，遐凹车头啊，中身中医诊所食头晕目眩棒球白露腰酸背疼有无？广告咧，搞得足侪人去甲买药啊，迄种诶无好诶。即款食固起来，当然你食了药会较袂酸，因为是类固醇嘛。但是固起来，你的骨质疏松，你会变作哦，会啊动肺啊，巴肚汤啊大大内底灌水，抵抗力无好，发一声严重的病症，错开翘诶，唔好啦吼、哦。所以即拢爱找医生好好治疗。但是伊若是荷尔蒙分泌伤侪，拄啊我咧讲诶，查某囡仔会变作男性化，迄嘛会造出来。是不是就是癌的征兆啦？咱拢爱注意。哎、啊，若是固定你用外来荷尔蒙，肾上腺就爱萎缩，萎缩了伊就歹救命。有一天汹涌地动，人迄一个狗啊，两公尺跳过，
伊煞跳一米尔，我摔落，对地洞迄个空间摔死。啊，咱普通人吼、哦，跳两三米的人，哗声地洞，肾上腺素呐飙出来，啪一个四米就跳过，等于说也是跳到五米外，五米外，因为过去嘛，田径队，哦，我摕金牌啦，五项全能，所以我知影辛苦爱训练，普通个爱好好运动，啊，用好的健康食品来个保护，千万莫个糟蹋。今天讲的这个内分泌，这两种拢是咱身躯救命，啊，个生囝要互咱囡仔大汉，真要紧的荷尔蒙。哦，咱袂使个糟蹋，袂使用外来乱用乱食，食到尾也煞变做煞失效去。咱有咱的肾上腺顶头要救命的成分变袂出来，结果咱就翘。所以咱普通时若有好的美国 FDA 好的产品摕起来用，明正遐有代理，哦，你也使敲电话。甲遮个专业人员请教，好好甲身体顾好，互身体愈用，为着台湾建国来努力。今仔日张医师伫健康医学讲到遮，多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